今日来去巷仔内无少同住，来到欧洲上水的公园，挥来挥去挥高高公园，看到百花齐放，蝴蝶翩翩飞舞，亲像是伫咧童话故事内底，真正是啊我身呢。在这个幸福的国度里面，香婷和冰洋要带大家来去环游世界，找出最幸福最甜蜜的滋味咯。 Go！ 哎，我们来到越南。你在讲什么？你看到糖果就语无伦次了。这个老板，老板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带你来越南吃越南的糖果。哦，好缤纷哦！你看，哎，这个好像是纯手工做的哦。哦，就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你喜欢这个吗？外公，哇，这每个造型都很不一样，然后每个都有不一样的口味。好可爱耶！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够够吃。想不想吃？我要吃圣诞树。好，我来吃吃看哦。好幸福哦！我回来吃这个，你看够吃吧？够够吃。我现在吃完这个还有呢，你们喜欢想要环游世界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还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越南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传你来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走走。啊，这次来到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头发傻掉，你这是来表演啊？怎么两次都一样的感觉？管我。哎，这次我带来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的糖果，够够醉呢。对，而且每一个口味，听说这个很酸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要不要酸一下？酸酸的恋爱的滋味。对，我们来酸一下好不好？好哦。好，吃吃看，听说很好吃哎。擦眼睛，真的很酸。好酸啊！真的，哎，后面变甜的了，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酸。可是真的很好吃。好了，今天后加够对够对啦。哎，我想要去你的毛豆炒去，我去意大利。哦，真的有这个问题，意大利，行，意大利。来到意大利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糖果非常漂亮？这是造型棉花糖，意大棉花糖蹦啾，意大利才吃得到的。意大利蹦啾，是蹦啾是意大利吗？你管我，蹦啾，蹦啾，那我们就来啾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拿的是什么造型啊？我的是冰淇淋。哦，外国冰淇淋也是非常有名的哦。台湾冰淇淋不吃冰淇淋，而且外国人非常浪漫，都会送花花，做花花。我现在吃，开到，来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噔噔噔噔噔，好好吃哦！尽管有一点嘛糖霜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吃那种粉末？来，不错，很像有味道的粉扑，不是很像吗？很像，嗯。好吃啊！你有吃过一般的粉扑吗？说真的，有过，因为很好吃。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冰呀！我实在你搭档到这阵，你今仔日最帅，因为今日我都带这阵安尼环游全世界，假骗全世界的糖果。恁两个是创什么？我准备环游世界啊！对啊，恁在我店内排队吃糖果，我底下来环游世界。你也进来对。你这个诈骗集团，你是为了我吃全世界吗？哎，老板怎么在这时候出现，让我没有面子啊？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啊，其实这我的店里面什么都有啊。哇，什么都有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！不管你是在找找细汉的时阵怀念的滋味，也是伫个网路顶非常流行的饼干、糖果、可爱的婚礼小物，百货公司才找到的高级糖果。在这家都应有尽有，连世界各国的零食家都找到哦。不愧是糖果屋里的巫婆哦，不是啦，是糖果屋达人。到底还有什么新奇的糖果饼干呢？我有一个人客，那个孙子就是这样，他说他都他阿妈都来买糖啊，还有一次他就说
你去巫婆那里啊，糖果屋那个巫婆那里啊，买那个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糖果。结果啊，他阿妈就说啊，不然我带你去好了，你刚好。结果啊，他来哦，他阿妈之前就跟我讲说，温森那龙哥的巫婆，他来哦，我像巫婆吗？不是，不是巫婆。你说我像天使，真的很厉害。而且老板很漂亮。对啊、嗯。你是不是每天都吃糖果才那么开心？而且他用糖果敷臉。有可能。哦、糖果敷脸会不会长蚂蚁啊？用巧克力敷脸，每天吃糖果，对不对？有。他还要加老板娘的功夫，那传统复古的复刻的糖果，啊不然传来就传来。复刻？等一下，姐姐还逛复刻、哦？复刻啦，就那种复刻糖果。复刻。对啊。好。那我们来吃。这两个爱吃天啊，甲姚三阳啊，啊恁敢要摕伤济啊？是讲看到这么多花莲的菜脯饼、沙琪玛，还有这个咸蛋饼，哦，真正是使人挡袂牢呢。达人，你真正是好大方呀！这个是我袂食，绝对唔惊人食。哦，我们那个，四名，我今仔在录影，你也讲会使，我嘛袂甲你提。无啊，因为伊无法度搬叮当。哦。但是讲真的吼，大丰收啦，老板娘真的鼓励这间店，我终于可以感觉到，因为度假潮给你们够久，无咧食零食的人，无就感觉讲食零食的感受。真正食零食的人吼，无咧食正当的。真的，真的。每次咧唱早，咱咧小朋友无咧食饭，所以吼，小朋友要吃饭吃完吼就可以吃糖果。对呀，就可以吃饼干的。那谢谢老板娘。单纯的想法成就了一个实现梦想的乐园，在糖果饼干中满足了大人小孩的味蕾，我想这就是幸福的滋味。下一次香婷秉阳会带大家去找什么款到底行来达人呢？敬请期待咯。来去行来成功。